胶上面点缀一下。Hello， 大家新年好，今天是大年初七，那么祝大家旗开得胜。最近是那个肺炎的一个非常时期，那么大家尽量少出门，出门要戴好口罩，武汉加油。今天搞了两条大大的肥肠，那么今天就在家里面做水煮肥肠吃吧。好，下面开始。这个东西才叫真正的肥肠，在我们这里叫七寸，是接近屁股那个地方的。面粉、白醋，抓一下，让面粉把它的粘液带走。再抓一次面粉，冲洗干净，把它翻过来，扯掉多余的肥油。哇，也不要扯得太干净，保留一点，要不然的话是没有灵魂的。来检查一下，好，可以了，再把它翻过来，用盐抓一下，可以了，冲水 OK。 冷水下锅烧水，米酒、白醋、胡椒碎，看我烧水三分钟爆出。大的切滚刀，哇，好厚啊。倒入高压锅，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白蔻、生姜、胡椒碎、米酒、米醋、老抽，加水没过肥肠，大火烧开，给它压六分钟。来准备一下配料，这个泡椒切末，泡姜切末，大蒜拍散剁碎，切点葱白末，葱末蒜叶切点，芹菜蒜切断，准备点芥菜垫底，这里还有豆瓣酱、干花椒、干辣椒、白芝麻。好，时间到，好了，现在压有八分钟了，压五分钟应该不够的，冲水，把这些香料剪出来，不要啊，冲一下，锅热下油，把芥菜炒一下，来一勺盐，炒熟倒出，重新起锅下油，把蒜姜泡椒蒜蓉炒香，下豆瓣酱，充分炒香炒出红油，适量清水，下面开始调味，盐一勺，生抽提鲜，老抽上色，白糖提鲜，下入肥肠，大火烧开，给它煮个五分钟入味。好了，煮好了，把它捞出，锅里来点油，先把蒜蓉花椒爆香，蒜蓉微微变黄，下入干椒，椒上面性感的香葱点缀一下，哇，爽。有喜欢吃肥肠的吗？非常脆，不是很硬的那一种，非常有嚼劲。哇，这个非常厚实啊，这个还是有点毛。爽爽爽！哇，拿点面，倒点这个汤下去，怎么爽啊！
很厚很厚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小厨师，可以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收藏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